A love story. 颜色是幻觉，用欺骗你的声音道缺陷，温热蔓延。下个午夜肆无忌惮，醉梦含欢，无意追逐。是的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我这个皮下。披发会比较好。哎，你这孙瑞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安静。美女，给我安静。好。给大家揭秘啊，当代女偶像照相的感觉。哦。啊，怪这感觉。灯光，晃，音乐，放着电视体温，想想。转换，你看着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要去剧本杀啦，没有啊，哭。我们要去密室逃脱了，鬼屋不让你逃，鬼屋，是鬼屋，纯鬼屋。你骗我，你说是密室逃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一个鬼屋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商场。完蛋了。组织人，这个人还梳了一个非常便于行动的发型。我可是在里面疯狂逃跑的人，打算在里面玩一个跑步。哟，陈琳，天哪，陈琳今天太漂亮了，你哎呀。好美，好美。
觉得呢？我害怕。那你背后好不好？我都怕。你也怕？我也怕。完了，今天完了，一拖三。今天就是王者一带三。哎呦，我在这个哇，在哪儿？哦，就是我们比鬼更像鬼。喂，再见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。886，马上这个我可以叫夺命直播就要开始了。这位 UP 主现在心情如何？现在有一个问题 ，B 站怎么第一次 B 站直播，来测试一下这个光源。啊，这个光源蛮漂亮的。耶！等会儿我们进去可能就是一直脸中间有油光。哎，我有粉，来，陈琳拿着。好，拿住啊。好。这个真的好油啊。我才刚补。对，我也是刚补过，怎么会这个地方这么油？好一点，好一点而已，没什么用，就这样。我们进去要换衣服，裤子不用换。就直接穿在外面就 OK。那我的装备就都揣裤子里。OK。好了，现在时间已到了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些小白，非知名 UP 主，不知道怎么开直播呢。把任何会发光的物品，电子手表或者是打火机、香烟之类的手机都放在这里面。好。游戏过程中我们是不能有照明设备的。好的。都放了吗？把我也放进去。我就是闪亮的光，闪发光的美吗？你们能走，你们能走。我们这已经结束了。哦，我拍得很好。就是这个牛仔裤有一点煞风景，漂亮的牛仔裤，漂亮的牛仔裤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好，啊，你像变态一样。这样，这样，拍一个全身。啊，转过来。一二三。我们去拍照了 ，OK。现在我们结束了，要去吃饭了。今天的这个看到了，你们流浪吗？到了，我这有火了。这有善心的粉丝们，拯救流浪猫狗行动。啊，我好想。它上面是白的，很好看。白色的被捡走了。我们现在来少不了的寿喜锅。豆腐，豆腐，还是豆腐。下肉讲究什么？快！现在呢，就回中心了。快乐的一天，做完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端午节，我现在在外面拍照片，把戴蒙事业心给我打在公屏上。今天穿的是这个衣服，其实之前穿过，然后也没有拍过照片。就穿出来拍照。今天这个公园里面人好多好多。哇！看到吗？他来了。稍微痒一点，对对对。
错，我要你。嫌弃，美完了一秒之后。洗面奶，一个香水和一个腮红。这样。
闯进我的心窝。此刻这个虫子就在距离安娜这么一点点距离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呆萌。之前有很多粉丝问我，平时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化妆品，所以今天就来录一个，分享一下我最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些化妆品啊。这个 CPB 的隔离，我觉得非常好用，非常适合我，而且还有提亮肤色的功效。它是我用的这个是长管的隔离，然后之前的那个胖的白管我也用过，那个就比较轻薄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滋润，反正我比较喜欢用这个长管。哎，我的化妆包特别大，一袋两袋三袋，就是因为会带很多东西嘛。我最近的粉底液用的是这两个，这个是La Prairie 的那个鱼子酱粉底液，然后这个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。反正我用的色号都是最白的色号，因为怎么说，其实要上台嘛，所以都要就会把自己涂白一些。然后当然大家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去专柜试一下适合自己的色号。打完底之后就是会盖散粉，是这两个，一个是 Makeup Forever 的这个散粉，然后这个是黛珂的一个散粉，我用的色号是00号。这个00号它是涂在脸上那种亮亮的光泽感，但是不是很夸张的那种闪。反正我当时试的时候觉得就挺喜欢这种质感的，于是就入了这个。然后眉笔我用的是这三个，这两只是眉笔，这个是植村秀的笔，然后它是这种双头的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 Benefit 的眉笔，然后一头是它的这个眉梳比较好用。然后这个是神奇的东西，这个也是我在青春有你2的节目的时候化妆师给我用了以后，我觉得哇，有这个东西画眉毛太好了。如果大家喜欢那种比较野生啊，比较自然一点的眉毛，你就一定要拥有一个这个。这个是一个眉胶，它是打开是这个样子，可以把你的眉头这个地方给它刷起来，做到那种根根分明感，就是野生眉的质感。像我的化妆步骤就是先打底，然后眼部定妆，然后画眉毛、画眼影、画眼线、画睫毛，就眼睛的一些先画完，然后再画脸上其他的，比如说修容啊、高光啊、腮红这些的。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的眼影，就是这个 Tom Ford， 然后这里是两盘，然后其实我爱用的还有一盘，但是被我摔碎了，就是他家的那种烘焙的眼影特别特别的容易碎，所以最近都是用的这两盘，一盘是这个20号 Disco Dust， 还有这个26号的，我也不会念这个名字，Leopard Sun， 反正就是26号是这个，这个非常阳光的一盘。非常阳光的一盘颜色，这个是我更之前入的，这是我入的第一盘的 Tom Ford 的眼影。看这个颜色就很怎么说，相比较于那一盘可能有一点平淡，但是这盘的颜色更加的日常。然后呢，就是到了画眼妆、画眼线的时候了。其实我在画眼线之前教大家一个小秘诀，我都是先把
睫毛夹翘，然后再画眼影，然后再画眼线，画完眼线之后再夹一遍睫毛。大家记住个顺序，其实可以把你的这个睫毛夹的会更加的卷翘。然后眼线笔用个这个牌子呢，我其实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好像是叫什么熊野直人的一个笔。我这一支因为已经被我用到，就是你看这都坏了，这个眼线笔被我用的，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新的，它包装是这个，我买的是漆黑色，还出了很多出了很多其他颜色，这个笔握起来非常舒服，稳定性很好，就是反正我觉得新手老手都挺好操作的吧，挺好用这个笔。然后给大家推荐的，先用这个他家的睫毛膏啊，先用他家的这个睫毛夹，然后夹翘睫毛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用，一夹你的睫毛马上就是太阳花，就是像太阳花一般的那种这样卷翘啊，然后是这样很平均的卷翘，而且它的也挺适合，它的这个弧度也挺适合我的眼型的，因为我眼睛比较长。这个娇韵诗的睫毛雨衣，刷完娇韵诗的睫毛雨衣之后再用 Kiss Me 的睫毛膏，这个是就是一粗一细，细的是刷下睫毛的，粗的是刷上睫毛的，最后在睫毛的最后一步就是会用这个烫睫毛的这叫睫毛烫，我买的是这个 Panasonic 的睫毛烫，它就是可以起到让你的睫毛更加卷翘，然后固定你睫毛的这个弧度的作用。同上呢我用的是这个 NARS 的高潮，打开看一下，修容我用的是这个牌子，应该叫 CT 吧， CT 的修容和 CPP 的修容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要给大家强烈安利的就是这个 CanMake 的遮瑕，因为像我属于那种一化妆就会显得有泪沟的那种类型，特别是上镜泪沟如果一上镜就会被放大的更明显，所以我会用这个遮瑕去遮我的泪沟，而且是在整个脸定完妆之后再用这个遮瑕去遮泪沟，效果真的非常的显著。最经常用的两个粉饼是这个天使粉饼和这个拉杜丽的小贝壳粉饼，口红用的是娇兰的 N27， 是这种血橙色。也有人问我的隐形眼镜用的是什么，安慕彤的，今天用的是安慕彤的奈奈桃棕，然后之前也用过婉转青绿和木槿茶棕，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三款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或者是想问我的，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，大家拜拜。